脚踏车大唱阿弥陀佛，吸引旁人的注意力。而这一名会 beatbox 的电脑工程师就被他吸引住了目光，因为刚好碰上了他，他决定要帮他来个和声，两个人超级完美搭配的组合，影片在网络上被网友疯狂点阅。唱阿弥陀佛不稀奇，但加上 beatbox 的阿弥陀佛，你有听过吗？这名27岁的电脑工程师刘成建决定把握机会，将两人歌唱特色合为一体。现在工作是电脑工程师，因为第一次我骑摩托车不方便，他经过太快，所以我第二次碰到他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去跟着他拍这样子。中这个是这个心这个文这个奏这个是这个长头头。刘成建笑说：“喜欢音乐又遇上阿弥陀佛姐，两人简直是天作之合。下次民众若是遇到阿弥陀佛姐，不妨像他一样来上一段，让生活多点乐趣。”云端在今天下午突然一下刮起了一阵强风的风势之大，简直就好像是台风一样。